屬虎嘅朋友咧，有兩個特性啊。第一，佢有個血光星喺度；第二，佢有個車金魚星喺度。所以如果屬老虎嘅朋友係做車嘅行業，譬如做車嘅買賣或車嘅修理嘅行業，今年應該相當唔錯。但由於佢犯咗血星咧，都要小心啲意外，尤其是修理車嘅話或者裝修嘅話。如果佢係做譬如做外科醫生啊，做屠宰嘅工作啊。咁今年應該可以更好過往年。